公元1793年九月，经过整整一年的颠簸，英国勋爵马格尔尼率领一个庞大的商业使团前来东方觐见大清国的皇帝乾隆。这是一个新兴的海洋帝国与古老的中华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晤。为了这次来访，英国专门准备了能代表最新科技发明的礼品590件，包括天文地理仪器、自鸣钟、近代火器、轻便马车和船舶模型等。使团成员有科学家、测绘员、医生等135人，以及650名官兵和水手组成，而其中略通中文的只有一人。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能使用汉字的也不超过100人。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因为国力衰弱，汉字与这块生养他的命运多舛的土地一起历经磨难，斗转星移，在21世纪的门口，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外说中国话。几乎在转瞬之间，学习汉语汉字的外国人超过了4000万。然而对于正在兴起的汉语热，这不过是波澜壮阔的大潮卷起的第一个浪头。1793年至今不过200多年，但这浴火重生的过程，既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一面镜子。不论是我们的社会，还是我们的传统，甚至我们特立独行的汉字，都因此而获得了另一个回望自己的角度。1899年3月的一天，随着挖掘的深入，一座巨大的塔基完整地呈现在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尔德维的眼前。这个巨大的塔基共7层，每边长87.78米，建塔时共用去了5800万块砖。这个庞然大物俯视着两河流域。考古学家认为它就是圣经中描绘的巴比塔。圣经旧约上说，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由于没有交流障碍，大家很容易齐心协力，于是他们在两河流域建立起了繁华的巴比伦城。Babilonia era una città molto ricca e i loro governanti avrebbero voluto lasciare nella memoria del mondo qualche monumento che li ricordasse in eterno. L'intenzione fu quella, l'intenzione e poi la realizzazione fu quella di costruire una torre, una grande torre che arrivasse fino al cielo. Doveva arrivare al cielo per dimostrare allo Shanti, al dio del cielo,la loro potenza e la loro possibilità di arrivare ad avere un colloquio paritario con il Signore. 通天塔越建越高，很快高耸入云，这令上帝又惊又怒，凡人怎么能同自己比肩而立呢？于是上帝想到应该变乱人的语言，
当人们之间的语言沟通受到限制的时候，那人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力量也就受到了限制。于是有一天，修建巴别塔的人发现自己不能够很好的交流沟通了，那么后来巴别塔也就停工，也就荒废了。Questo dimostra come il Signore in quel momento e con quel tipo di, diciamo, di miracolo, con quel tipo di azione, riuscì a dimostrare ed a punire la superbia dell'uomo. La torre rimase a metà e da allora in poi nel mondo occidentale la parola Babilonia è diventata un'espressione che indica confusione. Babita.是我们今天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关于语言力量的故事。那么人类从前讲的真是同一种语言吗？时过境迁，最早的语言是什么样子已无可探寻。西方圣经中的这个预言只不过表达了人类天性中希望无障碍沟通的美好愿望。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世界四大文明天生是独立的，融合和交往是他们诞生很久以后的景象。所有的语言和文字都先天存在于各自独立的文明环境之中。即使西方的上帝认为自己的目光笼罩了整个世界，但在圣经的世界里，并没有东方中国，更没有汉语和汉字。考古发现使人类有可能向自己的祖先无限靠近。这是一张公元前十五世纪的文字地图，在这张由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组成的地图上，从西到东依次分布着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哈拉本文字和古代中国的甲骨。考古专家们发现，这些人类最早的原生文字虽然在功能上还不能记录全部语言，但语言中的主要信息都已经被凝聚在这些符号之中。早的创造文字的这主要的方法就是用画图的方法，就是叫表形的方法。因为最早都是表形呢，所以写出来的字当然是差不多的，比太阳都是圆的。有的呢，它这个圆的写的方法不一样就是了。月亮都是写一个不完的、不完备的月亮啊，这样子。可是人呢？就不一样了，人写出来个人写法有时不完全一样了。几乎不约而同的，在距今四五千年左右，这些大江大河的孩子们都萌发了记录与交流的愿望，于是依靠环境和经验的赐予，他们分别用美丽的图画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欲记录下来。这是人类建起的一座座真实的通天塔，它所储存的能量标志的成就，培育了我们对祖先的敬仰，塑造了我们的精神内核，凝结成了每个民族的文化纽带。然而以追求永恒为使命的文字却与远古人类一样弱不禁风。今天四大文明孕育的古文字中有三种都被深埋在了岁月的风尘中，但是那悲壮的泯灭、沉重的掩埋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汉字不同寻常的生命特质。
千年前，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在各个种族不间断的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源源不断的沙砾掩盖了两河流域肥沃的土壤，也掩埋了苏美尔人灿烂的文明。公元前一世纪，苏美尔人在泥板上压刻的楔形文字被在缩草纸上画写的字母文字所取代，从此这种曾在两河流域广泛使用的文字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竟黯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长达1500年之久。公元1472年，一个意大利人游览古波斯的首都时，在皇宫的遗址里看到了这些刻在墙上的符号，他把自己的满腹狐疑带回故乡，但是没有人在意他的发现。140 anni dopo questa prima scoperta, un altro italiano si reca a Persepoli e fa un'altra scoperta di importanza enorme. Scopre una stele con dei caratteri, dei caratteri presumibilmente egiziani, che porta in Europa. 这些原始的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首先，在欧洲复苏的现代理性开始为人类祖先的踪迹激情澎湃，魂牵梦绕。可是这些像蝎子一样不规则排列的奇怪文字让欧洲学者焦虑了好几百年。如果不是一块巨大的岩石，这场庄重的猜谜竞赛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个所谓的大石头就是贝西斯敦铭文。贝西斯敦铭文是刻在贝西斯敦村的一个悬崖峭壁上的一个铭文，是为大流士歌功颂德的这么一个铭文。它用三种语言刻成，按照先后顺序是埃兰语、古巴比伦语，其实就是阿卡德语和古波斯语。为了那个彰显这个波斯王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这个铭文呀被刻在这个非常高的这个悬崖上，路过的行人呢就很难看得仔细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2300多年来就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段铭文。1835年，这块岩石终于吸引了一位年轻英国军官的目光，他的名字叫罗林森。好奇的罗林森将这段楔形文字的铭文制成拓本带回了欧洲。经过12年的苦心钻研，罗林森首先解读了三种文字当中距离当时最近的古波斯语，然后以此为参照，最终解读了其中的古巴比伦语和埃兰语。失踪了1500年，被发现后解读又困扰欧洲人长达300多年的楔形文字，终于借助贝西斯顿铭文这把钥匙，一点一点地大白于天下。笼罩在面纱下的两河文明向世人展露出它勾魂摄魄的微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雄伟壮丽的金字塔矗立在尼罗河畔已经5000多年了，但在19世纪以前，没有人知道是谁修建了它们，也没有人知道这绵延起伏的黄沙下面淹没着怎样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公元5世纪，来自欧洲的征服者野蛮地封闭了最后一批古埃及神庙，并严禁使用法老的语言文字，于是岁月的黄沙成为古埃及文明无法摆脱的宿命。
100年过去了，1000年过去了，没有人能听懂金字塔的叹息。公元1798年5月，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率领庞大的舰队和50000多人马远征埃及。150多位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加入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冒险。不幸与幸运并存，几乎所有东方世界的重大历史秘密都是被欧洲人好奇而野蛮的大手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也不例外。第二年7月，法国士兵在尼罗河河口附近一个叫罗塞达的小镇上挖防御工事的时候，后来被称作会说话的罗塞达碑破土而出。当时拿破仑的这些士兵呢，一下子都震惊，然后手里的东西都掉到地上了啊。那么马上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科学考察团的语言专家。语言专家来了之后，仔细的查看，发现上面的碑文是用3种文字书写的，其中一种文字他们认的是希腊文。那么他们推测另外2种文字呢，应该写的是同一个内容。那么这个石碑后来就变成了解读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今天会说话的罗塞达碑被放置在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入口处，石碑的题签上却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的战利品。当时军事强人拿破仑的法国并没有保住自己远征埃及的硕果，仅仅保管了2个月，1799年9月，在与英国争霸的金字塔战役中，罗塞达碑又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此后英法两国的学者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解读竞争。也许是因为可以实时面对罗塞塔石碑，所以英国的物理学家托马斯杨很快便读出了其中几个希腊人的名字。但读出几个外国人的名字对于解读古埃及文字的意义并不太大。转机出现在20多年后的法国。1822年，一位精通10多门古语的天才商伯良在这项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正确地判断出古埃及的文字当中既有表音符号也有表意符号，还有一部分符号呢是起着像我们汉字的偏旁作用的，是那种限定符号。所以商伯良等于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解读方向。另外呢，商伯良最大的一个贡献还在于他是第一个成功的解读出古埃及法老名字的人。所以商伯良在这2点上就打败了托马斯杨。虽然失去了罗塞达石碑，但在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道路上，法国最终还是超越了英国。人们终于聆听到了沉默了2000年之久的声音。عندما تجتمع مع بعضها في الصف الواحد وعندما تقلب عينيها تظهر حواجبها بشكل رائع.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汉字的童年与这块土地上那些久远的王朝一样，也被彻底掩埋在厚厚的黄土下。就在巴比塔被发现的1899年，清代末年的北京已是风雨飘摇。这一年的秋天，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便到北京宣武门外的达人堂去买中药。在煎药的过程中，突然其中的一味药材龙骨吸引了他的目光。
到清代的时候的国子监就是清代的太学，因为祭酒这个名称呢，实际上是国子监的一个负责人。那么这当时在北京最好的进士学家就是王懿荣，因为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他有机会啊，这个接触到的各地发现的古物，他有这个条件。不久，山东一位名叫范维清的古董商从河南安阳搜求了一些龙骨，送到了王懿荣的家里，请老乡帮忙看看。范姑呢，他好像也意识到这里有什么东西，就把这个卖给了王懿荣。这王懿荣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素养，他就觉得这个上头是字，而不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卖稻年药的原料，所以他就很重视这个，大量的呢出高价去收购。一连几天，王懿荣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终于从《周礼》《春官》和《史记》《规策列传》中弄明白了，这一定是早在秦汉之前的上古文字。这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刊登在1931年7月出版的《华北日报》副刊上，但其真实性后来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今天，学术界也认定这只是小报记者的杜撰。真相究竟是什么，还有待未来去逐步厘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前一年，甲骨文告别了被当作中草药默默消亡的命运。六文钱一斤的龙骨骤然间身价百倍。王懿荣买下这批甲骨后，找来自己的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共同研究，很快他们便从这些甲骨上读出了中国上古社会许多被淹没已久的秘密。我认为解读古代文字必须得有钥匙，所谓的钥匙就是必须得具备条件。我认为有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有参照，所谓的参照就是像贝西斯敦铭文，或者是像罗塞达石刻，是用三种语言或者是两种语言，这都是用三种语言，写成的铭文。其中有一种是容易解读的，是当时讲的语言，古希腊语或者是古波斯语。就一种语言破解了之后，那么其他两种语言也就迎刃而解了。第二个条件，那就是就文化的延续性。也就是必须这个文化是延续的，以后来的文字可以印证前面的文字，就是以后证前。因为没有解读的钥匙，人们只能把这些精美的印章文字当作图画来欣赏。因为缺乏文字材料的佐证，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化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些残缺的印象。那么破解甲骨文的钥匙又是从哪里找到的呢？为什么欧洲人破解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都是无数专家耗费了数百年的光阴才真相大白，而中国人破解甲骨文只有一两个人仅仅在几天的时间内就初见成效呢？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一直是传下来没有断掉。什么叫断掉？也是短时间的。这甲骨文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跟甲骨文断掉了吧，可是后来又找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从这个文字来看，我们的文化是一条线传下来，一直传到今天，可以追溯到3300年之前。遥不可及的是历史，但中国因为有了朝夕相伴的汉字，所以无论如何回溯，往前再往前，依然能够保持近在眼前般的鲜活。仓颉字
竹简书，余下彩陶，阴虚甲骨，这些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的古老符号，为中华文明保存了火种，使历史得以记载，学术得以传承。今天，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今昔昨昔，那些在岁月的长河中应运而生的原生古文字，为什么只有汉字能够一翻数千载？东方不亮，西方亮。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了中国，其他的文明都暗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崛起于欧洲与汉帝国遥相对应的罗马帝国。贝尼基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公主，名字叫欧罗巴，当时古希腊的主神也就是雷神叫宙斯，看上欧罗巴，但他怎么得到他呢？于是宙斯自己就化身成为一头长着金毛的公牛，渡过海去劫夺了欧罗巴，把欧罗巴驮在自己的背上渡海回到古希腊，由此古希腊和他背后的这片大陆就得到了欧罗巴的名称。后来人们根据这个传说认为它暗喻着古希腊的文字和文明是来源于腓尼基。腓尼基在希腊语中是紫红色的意思。公元前13至公元前11世纪，在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一带活跃着一个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民族，因为他们总是穿着鲜亮的紫红色衣服，即使穿破了，颜色也跟新的时候一样，所以被人们称作是腓尼基人。正是这些穿着紫红色衣服的商人，结合当时流行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特点，创造了省时而又简单的22个腓尼基字母，这就是后来席卷世界的字母文字的源头。那么为什么腓尼基人能够发明字母文字呢？I fenici sono una popolazione prevalentemente di mercanti. Sono abili mercanti, abili conquistatori, diciamo, di mercati, di coste, che con le loro navi si spostano in tutte le coste del Mediterraneo e dell'Africa, dell'Africa settentrionale. 他要做生意，要知道买什么东西，啊，有多少钱，有多少够，是吧？是这样子，所以他这是很简单的记账。简单的记账呢，他怎么记呢？他用生疏字啊，或者是啊楔形字来记不行，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文化啊，他们就简单的用这个字，是楔形字里面的生疏字里面的这表音的符号拿来写，就这样子，你写我写。起初是乱写的，后来慢慢的就变成有规则了，这样子的才产生字母。此后，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希腊人创造了希腊字母，而取代希腊的罗马帝国又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拉丁字母。从此，所有独立的语言都有可能以极低的成本创造自己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决定了欧洲大陆未来民族国家林立的政治格局。字母是语言中的最小单位，理论上能够表达任何一种语言。字母文字有极大的适应性，它与任何一种语言相结合，都可能形成新的文字。正是因为
字母文字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字母与欧洲各民族的语言相结合，稍加变革就形成了今天欧洲这样许许多多的文字。这是一张公元五世纪的欧洲地图，罗马帝国的疆域西达西班牙，北到不列颠群岛，南至非洲北部，东面经中东抵黑海。随着罗马帝国军队在各省的进驻，拉丁语被传播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而各省当地人所说的语言由于受到征服者的抑制而大大的被削弱，甚至被消灭。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在宗教势力的辅助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完全匍匐在狄奥多西一世的权杖下。但这种大一统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多久，三年后狄奥多西一世病危，看起来风光无限的罗马帝国刹那间危机四伏。在罗马帝国时期，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分分合合始终是存在的。作为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其实始终试图解决这样的矛盾和冲突，但是看来并不是很成功。那么后来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其实也是想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呢，不仅基督教并没有能完全弥合罗马社会和政治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异冲突，甚至基督教教会内部也有很多教义和权力之争。那么这种教义和权力之争，如果向前追溯的话，可能和某种语言的传统有关。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存在着两种文字，那就是拉丁文和希腊文。东部教会和西部教会难以融合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两种语言文字对圣经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如何才能保障自己去世之后帝国的安定？怎样才能巩固家族的统治呢？弥留之际，狄奥多西一世亲手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交给两个儿子，说拉丁语的区域后来被称作西罗马帝国，而讲希腊话的地方称为东罗马帝国。所以各个国家，各个我们现在各个地区就利用了这个拉丁文发展他们自己的语言。虽然保留这个文字，虽然保留一个文化遗产，不过每一个地区慢慢就发展起来他自己的语言。语言文字的不同加剧了欧洲由治到乱。虽然圣经依然是这块大陆上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共同读物，但不一样的语言习惯已经在和那20多个字母相结合，酝酿着不同的文字。欧洲大陆的分解已经是注定的事了。就在东西罗马分庭抗礼的同时，中国这块土地也正经历着南北对峙的折磨。从公元4世纪末期开始，古代中国经历了所谓的五胡乱华，源源不断的游牧民族跨越长城，以弯刀和铁骑横扫中原，汉族政权被迫逃到了淮河、秦岭以南。这样，中国自然而然地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在这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豪杰并起，群雄逐鹿。不论是汉族皇帝还是游牧民族的皇帝，都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公元399年，一支据说来自大兴安岭的游牧民族鲜卑
在中国北方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史称北魏。经过40年的征战，北魏将中国北方的五胡十六国逐一剿灭，于是中国的疆域内出现了两个相对统一的政权，南北对峙。这种情况啊，看起来和欧洲东西罗马分治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南方的汉族政权呢，自然是以汉语为官方语言，而北方的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呢，没有文字，但他们有语言。作为征服者呢，鲜卑人自然是以本民族的语言为习惯，说鲜卑语为荣。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呢，以往那个庞大的整体的中华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东西方的历史在这个节点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以后欧洲大陆和中国大陆的命运截然相反。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分裂的中国再次走向统一呢？公元495年5月26日，北魏孝文帝公布的一项政令让所有的鲜卑贵族瞠目结舌。在这项政令中，孝文帝拓跋宏宣布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中原汉语的正音。30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30岁以下的朝廷县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7个月后，孝文帝又将皇族的姓氏由拓跋改为汉族的姓氏元，并将鲜卑族的姓氏全都改为汉姓。鲜卑族已经成为中原的主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像孝文帝这样的可以说先知先觉的人，他就认识到如果不抛弃原来一些不适应统治农耕民主的这样习俗，不进行改革的话，那一方面他的统治不能够长久，另一方面呢，他这个民族恐要会被淘汰。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皇宫深处。公元496年8月7日，乘着父亲外出巡视的间隙，太子元寻逃回北魏的旧都平城，密谋复辟，这让孝文帝元弘无比震怒。在出逃事件发生的8个月后，复辟失败的太子喝下了父亲亲赐的毒酒，这一天距离他15岁的生日还差整整10天。后来孝文帝元弘用大义灭亲4个字总结了自己毒死儿子的原因。这个有能力缔造一个强大王朝的君主，却没有能力创造文化和文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只能牺牲亲情，这就是元弘的命运。孝文帝他杀太子，实际上他是为了推行他的整个的汉化政策，他是为了北魏的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了他的王朝的利益，他才不得不这样做的。一直到你看清朝，对吧？甚至连一些周边的凡俗国家跟中国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同样的文字。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孝文帝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有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他采用了汉字，这样他鲜卑族跟汉族之间那么一种界限就打破了，特别是政治上面就统一了。白日光天兮，吾不耀，江左一隅，独未兆。这是孝文帝定都洛阳后一次与群臣对饮时的即兴诗作。公元499年4月，一心想统一中国的孝文帝元弘病逝在南征途中，壮志未酬，年仅33岁。北魏政权从此一蹶不振，再次走向分裂。
但历史在这个节点上却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欧洲大陆是在字母文字的主导下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分裂，而在中国，混乱中却孕育着再次统一的希望，因为方方正正的汉字已经在凝聚着结束内乱的能量。有了方块字这个纽带，一统天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文字在进入公元八世纪以后开始了它的裂变过程。到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在欧洲大陆上，拼音字母与各民族语言相结合，陆续形成了四十多种文字，并最终导致了今天我们在欧洲版图上所看到的这些民族国家的诞生。而与此相对照，公元八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中国却超级稳定。尽管经历了唐、宋、元、明几个王朝更迭，但在广大辽阔的中国区域内，汉字像一根看不见的魔线，把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甚至血统都不相同的人民的心灵缝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打过一个比方，一个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朝的中国人，若在公元八世纪复活，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服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会注意到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如果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人在公元十一世纪、十六世纪或十九世纪在欧洲复活，他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日耳曼民族为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语言在变，衣服在变，信仰在变，连谋生手段都在变。这个一而不变的历史就是汉字和它所承载的华夏文明的特性所在。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什么叫优秀？就看你的文字形式适合不适合本民族的思维和表达，适合的就是好文字。应该说对于中国话来说，对于汉语来说，汉字是最好的表达形式。对于拼音文字，对西方国家，那是那种拼音文字，对它是最好的文字。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所包含的东方思维方式、具象、隐喻和会意，是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这种思维形态被融入在汉字里，令其成为种族灵魂的载体以及最重要的民族精神资源。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汉字的形体虽屡有变异，却一脉相承，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光辉历程，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执着前行的漫漫夜幕。无论是楚辞汉赋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汉字数千年来用灵魂的砖石构建的精神大厦。汉字使我们成为我们，使汉族成为汉族，汉字使中华成为中华。
秦始皇做了两件大事，后人永远都记得，一个万里长城，一个统一汉字，统一文字。因为文字统一之后呢，就这个文字，我们这是表意系统的这个汉字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语言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形成了许多的方言，比方说南方我们广东福建这些地方方言很复杂，但是由于有这个汉字在维系着，那么我们这个共同这个主流的这个文化能够不断的绵延下来，延续下来。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古代的中国人不用汉字，而是像古罗马人那样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其后果将会是什么？公元1848年，美国汉学奠基之作《中国总论》出版。在这本著作中，美国汉学之父魏三卫用自己在中国40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世人，一旦废止汉字而改用字母去拼写汉语方言，那么中国将不复存在。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与创造它的民族一起穿越了厚重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了几千年，从无间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字与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同寻常而又光彩夺目的奇葩。